说这回倒不倒霉，这鬼地方连个墓的影子都没，出去的路也找不着了，邪门！嘘，小子，你就再大声点，二哥正烦着呢，一个不痛快直接宰人。那俩农夫趁着咱让他们去买孔麻子的尸体，竟然敢逃，这还得了？二哥一人一刀捅过去，全死的透透的。啊，我小声点，小声点。要我说你也别急。 这几年，咱们什么阵仗没摊上过？本就是刀口舔血的日子，所谓富贵险中求，没点危险，轮得上你我发财？哎，总觉得这回不一般，神神鬼鬼的事情咱也听过不少。你看孔麻子得了那御书，结果就他一人弄成那副惨样，东西还不见了。你说，会不会是那玩意儿的主人找他算账来着？ 师兄在那边，那就是他们的老大怀庆，贺冲好像不在，他们想抓我，我去引开。不用，无非是投鼠忌器。什么人？这女的从哪儿冒出来的？ 贺冲，你爷爷我正是，刀用的不错，既然知道，还不赶紧跪地求饶？<笑>我不过是想说，清本佳人，奈何做贼？找死！ 二弟，半妖，大阵要变了！刚才的打斗把周围破坏的太厉害。啊，
二弟，二弟，师兄抓拉我的手，主人。火把还能点起来？怎么你们都没事儿？就我醒来时泡在水里，差点没被呛死啊！大哥，二哥，咱们这是……慌个屁！曾英那死丫头不神神叨叨的说有什么阵吗？八成是中招。阵？啥阵？那现在咋办？你脑子被狗啃了？当然先搞清楚这是哪儿。是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谁敢这个时候拖后腿，休怪老子砍了他！走。二弟，你先前是不是受了伤？少他妈啰嗦，快点跟上。好，我不说，不说了。师兄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先前明明陷进了泥沼，可现在身上什么都没有。大概是某种障眼法，那些并不是真的泥土。这般昏暗，当真令人有危机四伏之感。慎珠还在吗？你说这个？他会自己跟着，行动时便利些。好厉害！我以为师姐送我的夕阳灯已经很方便了呢，没想到还能这样。师妹，你的朋友？我们也才刚认识没多久，他们都很有本事，要是只凭我一个人，根本没法子救你。谢过几位的恩德，日后必要报答。本是博物学会同古考会之间的事，却将你们牵扯进来，实在惭愧。没什么牵扯不牵扯的，现在都是一条船上的了。先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出路。师妹，古考会的人会不会也到了这里？大阵变化之后，谁也说不准。不过，我觉得挺有可能。天哪，是一座石像。难道这里真的有古代遗迹？若是老师和葛先生他们也在就好了。师兄你看，这石像好奇怪。头身分离，此类形制历朝历代都很罕见。若说是墓葬，便显得有些无礼。从古至今讲究死有全尸，怎会有人在墓中建造这种雕像？哎，后面伸出来的是什么？你先别动，我看看。似乎是某种植物的根茎，也不知在此生长了多少年。有什么要从这些根茎中流过，流进下方的浅池？石头里能流出什么？师妹。嗯。有骨头，还有腐烂的布帛。你是说这个石像里关着活的是吗？
假定植物的根茎就插在那个东西的体内，血液不断流出，进入下方的浅池，再通过池子边缘的石道被送往他处。也不对，被封进石像里想必活不了多久，若是死了，血液很快就会凝住。难道他有办法在被封住后继续存活？或者从一开始他便是尸体，流出来的也不是血？师兄，你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就变得好吓人，和平时完全不一样。啊，你方才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那照你的推测，这倒像是某种献祭的场合。但学会中的典籍并无相似记载。我把它画下来，以后有机会可以去问老师，问学会里其他人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和师兄一时激动都忘了还有其他事，能不能再耽搁一会儿？不用多久。无妨，我倒觉得你们说的挺像那么回事儿。这植物根茎里还有些污迹，或许真的是血。我们暂时不清楚这是什么地方，仔细观察，多一些线索总没有坏处。嗯。既然心存疑惑，为何不把石像破开，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？不行的，这样不行。从进博物学会第一天起，老师就告诫我们，研究古物是为了更多地知道历史和世界是什么样子，我们从哪里来，这之间又发生过哪些事。但如果为了弄清楚这些，遇到过东西就直接破坏掉，那留存的不就只有纸面记载了吗？谁又能保证自己写下的就一定是对的呢？何况一些做法也有伤天和，除非别无选择，而且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复原，不然通常是不会这么做的。难不成我们都得下水？那边，那边有船过来了，还不止一艘。你，还有你，去瞧瞧这几艘船是怎么回事，水里的花儿别乱碰。二哥，我这还不快去，要么你们现在就死。火苗也不知燃了多久，似乎不会熄灭。师兄，这是不是就像传说中的长明灯？我越发觉得好多传说里的事说不定都是真的呢。有个机关，别乱按呐，万一弄出什么可怕的东西来。我来吧，你们稍微站远一点。可是，去吧，和云无月待在一块儿。原来这后面另有乾坤。